谢谢啊。哎呦，送花呢，人家，哎呦，了不得了。哦，谢谢。你说来就来吧，还花钱哈、啊？你让其他的观众怎么办啊？啊，还有，又了不得，这是进货来的。来吧，后边来个人给抱一下，抱下去吧。来来来，于老师，那丫头给您送东西来，您看您没要走了又啊？哎呦呵，快回来吧，孩子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哎。哎，谢谢哎，等会儿啊，我把于老师的菊花先放好啊。哎，还有还有，一会儿这儿，对对对，就往下抱吧，来，搁在这儿一会儿，影响表演。谢谢啊，来孩子拿走，这都是你们的。哎，好了，这场节目算是演完了啊。还有这个，来，你俩兔子也拿走，对，好，嗯，好吧，可以了啊，还有没有谢谢啊？也没有，我们就收摊了啊。哎，接着看。每年啊，到封箱这天是最热闹的。对啊，据说今天最便宜280的票已经炒到好几千了。嚯、嗯！我下午来的早，我3点多就到了。嗯，一下西直门桥，那票贩子都拿着钱等着呢啊，收票、买票。还有人问我有票吗？啊，我也很无奈。前排的、啊、那是没有啊、嗯，我那票就卖台上了，没人要。谢谢吧。嗯，一年又一年啊，是这个。岁数越来越大了，嗯，老觉着怕对不起观众，嗯，头上台啊，老自己跟自己较劲，是得好好演，对不起大伙儿不行、嗯、啊，因为到春节我正好30岁了、哦、啊，您这不亏心呢，您虚岁 啊，那也不对，还虚岁，哎，谢谢、嗯、你看有捧我的，哎，这都没有花钱的不是，你知道吗？谁花钱了？这都是我安排的托 啊，谢谢大家吧啊。嗯，人老不以筋骨为能，虽然说不老，但是实话实讲，嗯，也不如20来岁、30来岁那样。那毕竟年龄大，站台上时间长了，腰也酸，腿也疼，累。包括谦儿嫂都说我啊，你现在身体不如原来。哎，我也知道，咱们行了，干嘛非他说呀？高峰的媳妇儿也说啊，是啊，好几个人的媳妇儿都这么说我啊，都是别人媳妇儿说，嗯，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愿意好好的给大伙儿说相声，哎，这是我们本心，是不是？对，谦儿哥，我们俩人合作快好几十年了，可不吗？从这么大一起，小孩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，嗯，你想，我是见证了他，他也见证了我。对呀、啊，有时候现在看着谦儿哥，我特别感慨。怎么啊？吃的挺好，嗯，喝的挺好，是穿的讲究，条件不错，捯饬的时尚，嗨，谈不到啊，真挺好。家里边住一大别墅，嗯啊，媳妇儿也挺好，嗯啊，孩子也挺可爱。是你当年刚认识那会儿，我们刚认识那会儿，好家伙，攒了好几年钱买了一套那个毛坯房。哎，啊，你等会儿，什么叫毛坯房？就是没有装修的那个毛坯房。那叫毛坯房，您呢？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我拍电影去了呢。你毛坯坯房，没听说。毛坯房，毛坯房、啊嗯。现在人家吃的住的锦衣玉食，反正条件挺好。条件那么好，对相声的热情一点都没放下。这本身就爱。我在台上说相声，要没有谦儿哥，说句良心话，嗯，我真觉得就跟没穿裤衩似的，嗯、凉飕飕的，老觉得。我就是裤衩是吗？不是啊，就形容啊，就是你这个重要性，啊、你很重要。当然不必逮谁跟谁显示是吧？但是你得在。嗯，多快乐过小年儿啊！这个不好反驳，嗯啊，真的，我的人生中离不开你这个松紧带儿，是吗？哎，这好嘛，越说越小。就举个例子来说啊，啊，如果说我是一支钢笔，哦，那我是什么呢？您是笔帽。怎么是笔帽呢？这支笔拿在手里边，嗯，你说写字儿，嗯，你说画画，哦，什么叫算账？是龙飞凤舞都可以、啊。但是没有这笔帽，嗯，一会儿就干了，写不了了，这笔就废了。嗯，一定得有这笔帽。哦，这是一支完整的钢笔，这是一套。所以我是这钢笔，我是笔帽，您是笔帽。哦，拿起来，嗯。我还是螺丝口的，
没有您不行啊。那就别使那么大劲了。比如说，嗯，我是一把钥匙，那我呢？锁。怎么是锁呢？我是那一尺来长大铜钥匙。我还是老钥匙，听着就解恨啊。嗯，哎，铜钥匙，民国的，哦，老的，二斤多。呵，您是那锁，你瞧我这比划，找你那锁眼儿。哦，嗯，哎，嗯，然后呢？咔，后来你就碎了。碎了，你是塑料的锁，没听说过有拿塑料当锁的，也得找那大铜锁啊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，这是一套嘛？这个才叫一回事。我这开开了。比如说，还有，我是加油站那油枪，那我呢？油箱啊？怎么叫油箱是？这车开着开着没油了，哦，你就得加油。开到加油站，打开盖，你跟那张嘴等着啊啊哈，还张嘴等着？我这油枪跟这儿哦。这流氓开的加油站，这是，嗯，还是这么大劲儿，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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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加满油，嗯，你心满意足走了，啊，就开走了。比如说，哎呦，还有，我是倚天剑，哦，那我呢？剑鞘，我怎么改剑鞘了？我哎啊，噗，哎呀，哎，比如说，还有，我是屠龙刀。我是刀鞘，刀鞘，真解恨倒是，呀，多痛快，你知道 啊？比如说，还有，我是狼牙棒，我呢？你是棒套，你是这哪儿有棒套啊？你这我是方天画戟，那我你是戟套，好，这行了行了，我是电视塔，还电视塔，你是塔套，没听说过。电视塔还有套啊，你这一辈子你就是挨插的命。哎，这好，我还不如裤衩呢，我这个，这叫什么话呀？电视塔上面套着一裤衩。哎，这嗨，行了，没有这么比喻，形容您啊不可缺少。那倒是，打小一块儿啊，一块儿用功，嗯，一块儿学相声，是啊，一块儿受罪学艺吗？走到了今天，嗯，说句良心话，发自肺腑的感谢您，您太客气。要是没有谦儿哥，怎么着？我早红好几年。哎，这好嘛，我这一只搅过来了。你这是开玩笑啊！想一想，当年学艺生涯也不容易。是。到今天站在台上，有人说：“哟，说你们这相声怎么这么简单？俩人顺口这么说，聊天吗？”列位，我们学的时候是一句一句的背，对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学，那是有本子的。你别小瞧相声。嗯。有人说这个玩意儿太简单了，嗯，这俩人站台上互相找便宜呗，耍贫嘴呗，哦，这管那叫儿子，那还就答应一声，嗯，列位，这叫声儿子，那儿答应一声，这是学出来的。我学这玩意儿干嘛呀？是吧？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喊的，知道吗？哦，儿子啊，儿子 A， 儿子，嗯，哦，他是符合音韵的，这是有学问。你说街上真站俩人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，你会跟那儿看40分钟还买票吗？这不是疯了吗？那不是你为什么花钱坐这听这个呢？这是艺术，哦，而且话又说回来了，嗯，这个不是单纯就以这我是你爸爸为主，不是，是吗？再有一个俩小孩，嗯，比如说10岁8岁说相声，俩孩子站那儿，嗯，我是你爸爸，你是我儿子，观众会觉得厌恶，这不好听，俩孩子淘气贫气，嗯，到我们这个岁数了，嗯，谁是谁的父亲就无所谓了，哎，那不行，啊，这怎么着也得分清楚了。你看这人是非就在这儿，你看这叫是非，我都不在乎多一个少一个，怕什么是吧？哎，对，你经大辈儿可不是吗？说这个意思，嗯，这个玩意儿最简单，但是最难。哦，说学逗唱是说，嘴得干净。嗯，这个气是从这儿上来的，拖着拿这肚脐眼往下数，脐下3寸，此为丹田。嗯，对。站台上4个钟头，当当当当，就这么说。嗯，第一要保证坐在哪一个角落都得听得见，这是功夫。第二，我嗓子不能哑。嗯嗯，所谓的嗓子，这个这儿咽喉，嗯，这发声这个，嗯，这个食道上面这块喉声带，啊，声带，嗯，这是两片淡蓝色的肌肉。哦，所谓的出声音是气息穿过它，嗯，通过震动。哦，你要老用这儿发声，一会儿充血就肿了，是10分钟就哑了。嗯，为什么说有人打架跟人啊？你说于谦，哎呀呀，干嘛非说我呀？你举例子嘛，啊，喊10分钟就哑了，为什么？他是用嗓子喊的。哦，我们一定要用气，丹田。哎，脐下3寸，这为丹田。嗯嗯，说话唱的时候，你摁着这儿，嗯，
整个肚脐眼这一块全都得是硬的，就说明你是用气在说话。哦，这样的话三个小时五个小时声音不会哑，对，不会累，这是第一啊。至于逗咱就不用说了，逗你说俩大活人站这四十分钟，观众一个乐都没有，嗯，你怎么舔着脸往下走啊？哎，下不去台，对不对？你还有这个，你包括这个唱，唱唱对我们来说是太平歌词，这是本宫唱。哎，太平歌词，你看看啊，这好大茬的啊，这个 嗯，谁大茬谁先来啊？哎，这什么呀？就人先来。说学逗唱，有人说这唱不是唱歌唱戏，这唱曲艺吗？嗯，列位，那算学。哦，那个算学。你说京剧怎么能上？是你们说相声的唱呢？嗯，京剧人家有专业的演员。哦，你唱那算学唱。嗯，评剧有评剧。嗯，唱歌有专业的，是唯独太平歌词是你说相声应该唱的。本门唱又没有乐器，就拿两片小竹片，这叫玉子板儿，拿这个啪啪一打，嗯啊，这个原来老跟台上唱啊，最近也没带着板儿，可能落他们家了啊，可落我们家干嘛？嫂子说小板挺好玩的，就留下。嘿，好啊，唱两句你听听好吗？太平歌词，天为罗盖，地为池，人生世上浑水的鱼，三寸七载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迷，龙游浅水遭下戏，虎落平阳被犬欺，得了志的狸猫换死虎，落了魄的凤凰就不如鸡，猛虎岂在当道，我困龙也有上天时，十个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，树木狼林有高有低，攒下了金山催命的鬼，交下了朋友是护身的皮，可以鼓掌了。嗯，嘿嘿，都唱的是至理名言，最简单哦，一上句一下句，但是要有装饰音，还有装饰，这个玩意儿没有规矩，每个演员你随便唱、嗯、为什么后来太平歌词都没人唱了？嗯，为什么过去竟是卖糖的拉洋车的唱着？哦，因为不入流，什么破嗓子都能唱，反正随便唱呗，到最后老百姓也不爱听了。哦，但实际上太平歌词是说相声的唱本宫，除此之外就是学唱。哎，那就多了，京剧、评剧、梆子、歌曲什么的。嗯，我们小时候在那个学员班的时候，嗯，学校教我们都是给我们送的专业院团。哦，专业学。你比如这段相声啊，嗯、这段相声《黄鹤楼》，是啊，涉及到京剧，对，就送到京剧院去了。嚯、哦！哎，这段相声评剧，嗯，《珍珠山》啊，学评剧呗，嗯嗯，就送到评剧院去了。这下功夫。他那会儿老上京剧院实习去。我喜欢京戏，好家伙，那个人缘好极了啊！京剧院他一去了，好看他跟看宝贝似的，都是朋友，都认识的。当然了，扫地的王大爷啊，看门的赵大爷，拉大木的孙大爷，嗯，做饭的刘大爷，怎么竟是大爷认识我呀？四十多个大爷呜噜就给宗上了，我不让走。那会儿年轻十七八，正嫩的时候，嗯，好家伙，我那会儿老上评剧院。你喜欢评戏？我是学评剧，送到评剧院，竟、嗯、是那个唱评戏的那个小姐姐们喜欢我。嗯，还小姐姐唱青衣的，唱花旦的，啊，小的十七岁多一点，大的也过不去二十。嚯！我一进门，好家伙，一百多个小姐姐，呜就给我纵上了。哎呦，早知道我也喜欢评戏。嗯，大爷们会吃醋的。哎，这嗨，别提大爷了。今儿小年了，又是封箱啊，咱们俩人给大伙儿卖拍卖拍，怎么着？什么叫京剧、评剧、梆子？咱们给大伙儿展示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唱几段。哎，可以呀、啊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大伙儿爱听。来。嗯啊、哦，好，咱们这样啊，咱们一个一个来，今儿反正也有的是时间。是啊，你们出来都跟家说了，不回去了吧？是吧？啊、谁说了？啊、哦，太好了，但是我得走。哎嗨，啊，唱什么吧？咱们这样一个个来，咱来一个评剧怎么样？哦，先唱评戏。评戏这个调门低，哦，而且我也最熟悉，拿它来试一试嗓音。可以，好好，嗯，我挑一出戏，你说吧。啊，这个、嗯这个来这么一出戏叫什么呢？哎，有一出评剧叫《四郎探母》。评戏的四郎探母，你看要唱就得唱那个别人唱不了的那个。嚯！哎，你看有的时候我跟唱戏的聊天，我说你们这样唱，唱戏的目的不是卖钱吗？嗯，钱吗？嗯，你这在北京城唱戏，你说苏三起解了，嗯，什么叫甘露寺、龙武丞相，就这个戏都臭着街了，都熟啊。你自个儿腻不腻？腻呀、啊嗯！我说你看你都腻了，凭什么人家买票的？哦，就一定得唱，夸这戏完了，大型的京剧啊，资三四郎。没听说过，是啊，你一贴出来他就傻了。啊，是谁都得傻呀！就是有关部门就找来了，别胡唱，别胡唱。哎，对，
这一定得有这个冷戏，知道吗？啊，对，评剧传统剧目其实是有四郎探母的，也有这出戏，只不过后来都没人唱了。嗯，竟是杨三姐、秦香莲、花月梅啊，嗯，就这出戏，这其实这挺好玩。那行，咱们唱这个故事都知道，杨四郎跟铁镜公主，嗯，两个人坐着一块儿，嗯，杨四郎跟铁镜公主得说我不是你们这儿的人。哦，我是大宋朝杨家将，我行四。嗯，现在两国交锋，我母亲来了，佘太君。嗯，我想看看我妈去，你得让我走。是，两口子就说这个事儿。啊，在评剧里边这一段很好。嗯，啊，既有对唱，又有什么肩板的二六都有，可也热闹。咱们俩人来。哎，对对，行了。这个我得唱老生啊，是我唱着杨四郎。嗯，您得来这个铁镜公主，我给您搭这架子，因为你在我公司啊，母仪天下。哎，嗨。我能说母仪天下，德云一姐，嗯，这什么词儿啊？这是，好不好？别，咱就说唱这角色，咱们把乐队也叫上来，好不好？带着乐队热闹，带着乐队一块热闹。好，快来，上来。你瞧，就是，有男的有女的，有擦胭脂有抹粉，真刀真枪玩了命了啊！好嘛，对，来，您摆着你们的，这回热闹。对，让他们乐队跟那儿摆着道具啊，嗯，都瞧我，看我，嘿，往这儿看，嘿，嚯，对了，别一上来女人就往那儿瞧啊！这，这个剧中啊是。两个人物，一个老生，一个青衣。对，老生就是杨四郎，是青衣就是铁镜公主。哎，这里边还有一个道具，道具是你怀里抱着一孩子，哦，咱俩人的孩子，是。哎，在这戏里边就是杨四郎跟铁镜公主的结晶啊，嗨，小阿哥是。所以说那个您带着孩子了吗？我上台说相声带孩子干嘛？没带孩子是吧？啊，咱们后台有的是闲人，今天哦，找一个在这儿当道具，找一个像咱俩儿子的。那能找出来吗？我找出来，您看合适不合适？行，你要说不合适，咱们再说。好，好吧，好，找一个像我们俩儿子，大伙儿也看看啊，嗯。他出来之后，你们一鼓掌，就承认是我们俩的儿子了，嗯，啊。孙悦，快来，大胖子，快来哈。嗯。哎，安静，安静啊！我问一下，挺热情，像吗？多欢迎你！我们正说什么呀？说请出了一个像艺术家一样的演员，你问问他们像吗？来，像不像？像不像？老大，这是岁数大。嗯，艺术家怎么还有老大？这就艺术家里边的老大呀。哎，行了，就别给他下马蹄了，对吧？这个我们要唱戏，请您来帮个忙。嗯，唱什么戏？评剧的四郎探母。评剧不会啊。不要紧的，以我为主，嗯，对，您二位为辅，我都是搭个架，哦，我们俩搭架的。哎，对对对，那什么戏啊？四郎探母，我扮演杨四郎，嗯，他扮演的是铁镜公主，我们两口子，你扮演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宝宝，宝宝啊，嗯，怎么着，吓死宝宝了？不是，宝宝，肥死宝宝了啊？哦，就是我，就是一家子是吧？这是对啊。嗯，那你有什么词儿？你告诉我，因为我没唱过这。这有什么词儿啊？有词儿，因为我主要是以我为主，我这唱，说我的家事，他那儿听，你当时就在你母亲的怀里吃奶。哦，什么？吃奶。真眼吗？你都起真眼了，你还真眼吗？那是瞧脏东西了啊！我妈老点儿啊，行了，老点儿没使劲，知道吗？来，你们娘俩先进会儿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哎，对，什么就开始？哪儿就开始啊？把裤解开。废话，不方便，你先来碗鲫鱼汤得了。哪儿我就你来，我来不了。不是，这作比成样，知道吗？表演真实，表演真实也没有真吃的呀。不，你这来的没事。不是在你这么大岁数，你我有你岁数大，这是。快来吧，快来！娘俩打起来了，我演你妈。行，快来吧。作比成样，舞台上就是假的，扎到他怀里就不见得真。他抱着我是吧？抱着你，看看，来，抱。你怎么腿软呀？是，我没法不腿软，400多斤压我身上。要我抱着他的，不行。哪有猪抱人的是吧？哎，这叫什么话？这个啊，哪有你一出来就抱人的？咱俩就一搂，我就抱，就一搂着。代表我搂着你呢，我抱着你。那有我什么词儿？你得搭一个架子。我还有架子。最关键的就是这句。到最后啊，我唱来唱去唱到这儿，我本是杨四郎，我本是杨藏。啊，这有一锣。哎，到这儿你搭架子，你哭，学小孩哇哇哇，
然后后边我有一万多剧唱就等着，学小孩哭，对对对，这抖空中呢是怎么着？你这啊，不是学小孩哭是吧？什么玩意儿？抖空？哎，行嘞，来吧，来这扎怀里，我扎怀里哈，扎怀里准备好了，慢点。这下坏了，非给来吧，硌得慌，那是多新鲜，他带着腰硬子呢。来吧，别扒了，我看看，看不行，不让看，不让看，吃都不让穿，这样看吧啊。我说这不像我儿子说晚了是吧？你们俩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来啊，开始。哎，嗯，有什么话你说吧。开键盘。你说谁呢？哦，你看，他管我叫驸马，我管他叫公猪。什么？公主？你不能看见什么像叫什么。你影射我，我告诉你，不是不是公猪啊，不是公主啊，公主啊，来来，你喊我喊驸马，来来啊，哎呦，还挺驸马，母猪，母猪。公主，行了，这回记住了。行了，公主，哎，来来，扎怀里，扎怀里，对对对，哎呦，我这肩膀非轻了不可，多硌得慌，多可爱，你凑我下回带枕头出来啊。公主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好意思刀割肉，心思剑穿。宋王爷舞台还愿，潘仁美匡圣驾来载了伯范，你的父天庆王射白双龙烟，我的兄白元将赴会在沙滩，我大哥替宋王西迁遭难，我二哥短剑下那免赴黄泉，我三哥被马踏石入泥烂，有本宫火把地失了伯范，我本是杨，我的儿啊。合着没占便宜是吧？对啊，没这句就不唱，没这就不唱了，真的啊。没这样的啊？怎么了？没有这样的，叫我上了半天，你还吃奶呢？就占便宜，你还吃奶？我吃着了吗？我也得喂呀、啊！废话，那你为什么不喂啊？他这一直懒着这儿，我动一下都不让动。废话，废话，我没有这样。叫你来就是演这个，你甭来这套演。儿子谁来啊？谁来不来？我告诉你，不是，你看你甭说这个，兄弟别闹。你看你谁就甭说什么，就你来到你占完便宜了，谁占便宜了？我喝着奶了吗？我不是他，谁占便宜了？他你看，他不来了，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哎，没义德，我告诉你，哎。儿子，不是他那意思，有义德就得真喂呀，是怎么着？不是我的没名，怎么了这个？不是你也是，你就喂他一口怕。我凭什么？我就我喂你，你又挣钱了，你说你我嗨，这是挣钱的事儿吗？这什么后台奶妈知道吗？谁说的？你胡来了。反正大概是这么意思吧。啊，反正唱完了呗，就虽然说得罪了儿子，但是最起码这个戏我们唱了几句啊。嗨，这大伙儿听了就评剧啊啊，这咱们换一出吧。再唱个别的，咱们来京剧好不好啊？这是大戏，京剧咱们来出姚七，你看怎么样？嘿，嗯，名戏呀，这好啊，好好好，姚七是汉朝的一个大将，嗯，老王爷，嗯，家里有一个儿子叫姚刚，哦，这个姚刚啊惹祸了，用一块石头把国丈砸死了，嚯，国丈是皇上的老丈人啊，这祸惹大了，啊，这个他父亲呢姚七回家
跟他母亲老两口子一说，说怎么回事，儿子惹祸了，把他叫来吧，把姚刚叫来了，嗯啊，是给儿子一个嘴巴、哦、然后张嘴一唱，最后带儿子上金殿，是这京剧这个最热闹一、啊、这叫打金枝，这个咱俩来一回这个啊，哦啊，这个幺七也叫上天台打金砖、嗯、啊，咱就唱这一点幺七，呵，我演这花脸，嗯啊，你演这老太啊，还是两口子，还差一儿子呢。行吧，咱别紧，咱就紧着一个人糟践吧，也别都得罪了哈。对呀、啊，你这刚才是我喊的，这回你请他吧，好吗、啊？我来吧，好吗？你请，你准，你坏、哎，你比我坏。谁说的？你来，孙老师，孙老师，快来！对对 对, 对，艺术家，艺术家，哎呀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这是那孙艺术家吧？孙艺术家老说那孙艺术家在这儿了哈。啊，您快见见吧，这个就干嘛？想开了，老大呀，来想开了。哪儿啊？哪儿我就想开了，来补偿我。刚才那事儿，我们想了，向您道歉。我们都不对，道歉解决不了问题。所以说找了一出新戏，给您缓一缓，这好吗？给我缓一缓。京班大戏了，咱不唱评戏了。对了，地方戏不招人带。什么戏我就不会呀？要是一说您就会啊，这就简单。这出戏叫《姚刚传奇》。新戏，嚯、哦，老名叫姚七，新戏叫《姚刚传奇》，男一号，姚刚，哎，大英雄啊，男一号啊，我男一啊，大英雄啊，主演两军阵前东挡西杀，嘿，回来之后除奸臣，哎，用石头把国丈砸死了，哎，皇上老丈人是个坏人，是你给他砸死，大伙说哟，这是个英雄啊，除暴安良、哎，回家来，你父母胆小啊，啊，你父亲叫姚七，还有你母亲、嗯、害怕，就阉给你。最后老头着急，就是哎呀儿子你怎么这样，得了咱们找皇上道歉去吧，就这么一个戏，主要是卖你，就嫌你了，这我跟你说啊，就我出奸这种东西，对对，今儿封箱啊，主要是大伙看看孙老师这个艺术太好了，再来坐下来导演、哎、一看是吧、那就是咱们我来一个姚刚、啊、对对 对, 对，就是你谁来国丈，我说没有国丈，那都过去演完了，演完了，现在情况出现这演完了，已经演完了，就按表按场处理啊，对啊，现在就是你父母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，哎，咱们道歉，哎，说那就孩子呢叫来，你就来了，有、啊、两句话，父子在朝功劳大，杀死国丈不犯法，嗯，这来了之后都是你的戏，面部表情浑身上下、嗯、每一块肌肉跟着动弹，知道吗？哎，每一块肌肉还得，对对，然后我们一问你，你是我是姚刚吗？然后一问你这孩子不听话呀，就可以了，哦，那你演姚七，我演你父亲，啊啊，他演你母亲，对、啊、对。哎，这个你别光听这角色、啊，这个母亲已经六十多岁了、啊，所以没有身材那也不年轻啊、哦，年轻不年轻也是没奶了。对对对对啊，好吧，来吧、哦，您在这儿等着，我来这，哎，您叫我就来。对对对对对，啊、绝了，这个戏说的，是姚刚传奇啊，大英雄，那大英雄，嗯，来，准备好了，来，鼓槌，走，来看。啊，老爷，逆子姚刚用太湖石将国丈压死了。我知道了，逆子现在何处？压在五行山下。阿弥陀佛！别！此去离大唐。你等会儿，改《西游记》了。哎，应时当令，猴年，猴年嘛，对、哎，猴年，这还美谁？这马上就出来了。哪有西游？我也不像个孙猴啊，我像嘛像，胡来嘛，这不是艺术家？这边等着，这边等着，这边等着。要不您说的对，那东西、嗯、来，逆子姚刚今在何处？压在高老庄下。那高老庄，对，这回像了啊！像管什么用啊？是挺像的，不是这戏就。你没在高老庄，就没有西游记，那就流沙河上的第三站啊，没有啊，没有这戏、嗯，没有，那一叫就来了 我就叫他上来的，对吧？嗯，他跟圈里边待着，哎，对，来吧，唤他前来，姚刚，快来，老爷，福子在朝功劳大，打死国丈不犯法呀，可是姚刚，是我，你是我儿，是我，
你是我子，是我。我是你爹，是。我是你爸爸，是。哎，这是我的儿子。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差不多了就行了，吃够了就可以了。哎，尝尝，尝尝，尝尝。该我了，你尝尝。你可是药缸？是我。你是我儿，是我。我是你妈。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咱们这俩人干嘛呢？这，我们这分餐制，分餐制。这个小娘好开心的。那，唱戏后边不唱没关系。哎，不唱、啊，不唱就不唱。怎么着？这接下来啊，您的重头戏要来了。好，这是什么戏？我叫你过来啊，近前来为父有话演讲。嗯，你是聪明绝顶的英雄 啊，准知道到跟前你爸爸要打你，这什么英雄这？哎，这你就处处贪贪这个，哎，要躲又不敢躲，躲你父亲知道吗？哎，是这么一个状态 啊。好啊，准备好了啊，来。而今天来为父有话对你演讲。哎呀，行了，好，这还是猪八戒，你这是？我觉得挺顺的。我用你啊，用你们的秧歌。我得躲呀、啊。你躲你不跑了呀？你得打上啊！我得打上你，啪一下子。我知道你打我，还得打上。那当然，英雄就得这样。哎，看见爸爸了就发自肺腑那么亲切，知道吗？哎，你让观众看着跟不是亲的似的，是吗？这我是主角是吧？那当然，你是男一号。哎，要打谁也没你。你干嘛还攥着呀？废话，怕你跑了。嗯，跑得好吧？哎。今天来，我是在我有话对你演的讲，奴才。小王，奴才，做事儿女。当他压死了国丈的范王啊，他人来爷爷忙把不是，我就这词儿吧。你等会儿，你唱的还是戏的？这怎么了？这个怎么日本话出来了？到我这儿，你给我你想老家了？这怎么了？你什么叫想老家了？不是你这什么人？这个戏很好唱的。你甭这、乐队还舔着脸，还跟着呢。乐队还这就傍着角儿。你甭这说，我告诉没乐队我还吃不了亏呢。哎、乐队走，走，乐队好了，下走。得得了，走吧。你瞧，这还唱戏呢？唱什么戏？不是孙老师，您看了，您这男一号这个，我甭男一号啊，我男一号就是儿子，合着我，不是也可以孙子呀、啊？没有啊，还有我告诉你，再说你就他的问题啊，对呀、啊，除了日本话呢，我是你妈，你玩去你，他是你甭这，你甭来这套，我是，我告诉你，哎、不玩了，冲他也不玩了，孙老师没意思、啊，哎，艺术家，甭艺术家，艺术家，哎、玩，哎，这你老大。其实很开心，真的。反正我挺高兴的。那是，这个说句良心话，不给钱都愿意干，真的。那是那是。你要走街上，你说谁？你是我儿子，你不挨打了，对吧？那肯定啊。这个你是我儿子，还打他呢？对啊。哎嘿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其实我挺喜欢这个的，是吧？啊，那样的话，咱们再来一个好不好？来一个，京剧也唱了，评戏也唱了，咱们就差河北梆子了。啊，唱一梆子，挑一个有儿子的戏，好吧？你先说什么戏？打金枝，或打金枝，打金枝，驸马郭爱打了金枝，哦，对不对？他父亲孙阳王郭子仪很生气，哦，哎，绑着儿子上金殿见皇上，也就是见他的岳父，哦，这俩人一个是他亲爸爸，一个是他岳父，
俩爸爸了，这话是。哎，行吧。我来这亲爸爸，我跟你，我行，我岳父我也干。但是这回弄出来可不容易了。呀，你看这个货，出门就上当，当当都一样，知道吗？事不过三，这不好再往上请了。咱俩人一块儿想主意，好不好？咱们央给他啊。艺术家，你看，观众们一起呼喊，观众们的呼声啊，这很重要啊。来，艺术家。我听见有人叫艺术家，是是是是，山呼海啸一般的掌声，热烈欢迎艺术家。哎，我告诉我给观众面子，我告诉你，儿子，你不就哎，哏儿啊，这个事儿哏儿啊，这差哪儿去了？这，咱们唱一出吧。又唱，这回不唱评戏，不唱京戏，这回是唱什么？河北梆子。对了。我唱什么戏我不管 啊角色怎么分啊？你看什么角色？咱这样，咱们网开一面，嗯，我们两个人只大你一辈儿，好吧？哦，行了，赶紧答应啊！咱还好也是大一辈儿是吧？你看看，就说明我们没再往下挖坑，是吧？这回我觉得我没明白这唱什么戏？您告诉我，大一辈儿。你说啊，你唱什么戏搁一边，这回这件事情对你来说至关重要。对。对，不是让你上来，我们占完便宜你就下去了，那有什么意思？两码事儿了。你当一个猪的父亲有什么意思？是不是？你没有啊，甭说这回真是有事儿要干。是不是你告诉我什么事？来，咱别闹，因为这个春节之后呢，我们准备要世界巡演了。哎，哪儿都去。哎，为什么刚才于老师都唱出日本话来了？啊，哎，有几出戏是要拿到日本呐，拿到美国呀？对，我们到哪儿都去啊，去演出，满世界都去。对对对，我们准备带着你一起啊。啊，这回就算行了，大挣大钱了。排一出戏啊，比如说排一出给老百姓都能看懂的，海外华人也喜欢的啊。哎，咱们来出梆子。哎，梆子老师，哎，咱们跟他说说这盛况吧。你要他要不演，咱就别说。你得跟他说呀，到底有钱。我跟你说啊，什么盛况？到了洛杉矶之后，华人们都出来迎接。哎呦，你就看吧，都打富士山上下来。哎呦，哗一下就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就围过来，整个澳洲就轰动了，你知道吗？啤酒节呀，都随便好。尤其越南海鲜最好，赶上樱花的季节，咱们去。太开心了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整个庙会全是咱们的。不，打得特别高。你等会儿，我没明白到底是多少个地儿？这是。去哪儿了？这是咱说的不是一个地儿啊，好像不是俩地儿。洛杉矶完了怎么就从富士山上下来的呢？那头一站就是日本，先上日本。日本我认识好些个演日本那个电影的女演员们，这个，都是艺术家，都是对对对，冲这您也得上来趟，必须去必须去。日本那些个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你这脑袋后，都以为你是来相扑的呢，是吧？他们给你来丁字裤，光着屁股上，嘿，那还不如在国内呢啊。咱们来一出，不是打金枝，打金枝，打金枝，老戏了。你是男一号，啊，我一直就是男一号啊。男一号跟男一号不一样。打金枝谁打呀？谁打？驸马郭爱，郭爱，你就是驸马，我驸马是不是？我是驸马的父亲，啊，他是驸马的岳父。对，哎，哦，不是我妈了，不是，姑爷能顶半个儿，对六。就这么简单啊！不是我妈瞧的还不适应。梆子上殿啊，梆子上殿，你惹祸那场都演完了，重头戏都过去了。我怎么老惹祸呀？哎，打这起一句词没有，就跟着就行了啊！啊，我绑着你，压着你上金殿见你岳父，赔礼道歉，事儿又挣钱。头一站就是日本，去不去？日本，答应了。去日世界巡演，咱别就一站日本就把我扔了。不会，世界巡演，放心，踏踏实实的。于老师，哎，来给他化妆。哎，啊，还化妆呢？头站日本呢？对。真巧嘿啊！怎么了？我这还戴着一个日本的小帽。你看真巧，你这是闹的啊！你还这玩意儿准备做是要去日本，看这意思。来吧，平常谁会想到带这个呀？太好了，勾着妆的意思，那是扣肉太郎。嗯，哎，这梅菜都摘下去了。行，什么词儿？太好！梆子上殿啊！梆子是吧？你跟着我一块儿啊！我跟着你，你是皇上，我是皇上，你皇上，哎，皇上长哎，来，肩膀跟我妈乐队你都给我轰走了啊！我自个儿，咱就别要乐队，来，我跟着你是吧？跟着我啊！嗯，八大唱起唱个浪唱，隆咚一个隆的唱。
哭死的怕死的开路一马死。哎呀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怎么不唱了吧您啊？怎么不唱？什么油罐饭呢？这都什么词儿？这是梆子词儿吗？日本演出头一场就得唱日语啊！你要开路一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哭死的怕死的开路马死，什么意思呢？就带着你赶紧快快的走，这个意思。哦，就日本话是？哎，就简单 啊！这不就别打听了，赶紧唱，挣钱呢要紧啊！哭死的怕死的开路一马死。排好位置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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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你瞧你这，你比他还过分呢！不是，哪打人了？哪？废话，你打干嘛呢？不是三斌子给吗？没听说过。不是你剧情不知道啊？你跟我说了吗？剧情？我知道什么？我知道打金枝啊！你不弄清楚了，你我是锅呀！我又不是金枝，我又不是。是是，你是金猪，行吗？行吗？这是什么话？不是我带着你上金殿，我是你亲爸爸。我一瞧你这个模样，哟，怎么这个德行？我恨得很，我啪来一下。哦，你瞧我这模样，你恨得慌，恨得慌。这不你们捯饬的吗？那才恨得慌呢，是，所以说外人更得恨啊。不是你打我干嘛？你打了皇上的闺女，爸爸生气。哎，于是我就，啪，打你一下，打一下解解抒发感情，剧情就打一下剧情是吧？对呀，我哦，你得这样啊，嗨，日语啊，日语啊，好啊，可以，还真日本啊，你站着别动啊，哦对，配合啊，注意配合啊，嗨。哎呀哎，等会儿，你先别唱，你回去，哎，你先别唱，你打什么人？你再动一试试。这不是你进戏不进戏？我进什么戏？不进戏？他打我废话，那他生气。他是你爸爸，对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也是你爸爸。不是你不你不啊？你是我岳父。对呀，没告诉你姑爷能顶半个儿吗？你把我闺女打了，我不打你。你上你岳父家去，进门你瞧见你岳父，你喊。爸爸呀！啊，所以说他打你应该不应该啊？哦，就是爸爸打儿子。此时他不是你的岳父了，也不是皇上，他就如同是你的爸爸呀。对，怎么还有回音呢？你爸爸有男有女，打你是对的。哦，对，就是啊，就是你也生气打我。对呀，你打了我闺女了，我不打你吗？对呀，剧情一样，你就嗨就完了。哎，站着别动啊！哎。你可别跑了，是男一演的。嘟啪大唐，嗨，八哥，嗨，哎，等会儿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刚才那眼神飘一下啊，你是不是？飘哎，我就是我打，我就这么看了一下是吧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你往那边。不是，咱都是专业演员啊，咱这排练要严谨啊。我是觉着还逗着玩似的。不闹，男一，你尊重点男一，我这演的挺好。你说你出戏？是，对，怨爸爸了。不是没这不行，怎么办？再来，错了就得来，来吧，那就你耽误胶片这玩意儿，你真行。大唐，八哥，你那情绪有问题。这一遍你可不好，我刚才乐了。不是，咱们是正经的陪人男一号，你乐。不是，别坐，不是，哎，本来就不笨的，我改还不行吗？我这边不许错，我再重来一遍行吗？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告诉你，台上岁数你最大。哼，你会不会演啊？你乐什么呀？你孩子没法弄，不是你尊重一点演员行不行？这男一男二吧，男一陪着你的，知道吗？你有点过分，您收来，再来干嘛呢？这啊，来吧，你看我的，看我表情。我现在我这状态都挺好，我现在你。啪，大，腾，嗨，八哥，嗨，哎，都不好，哎，别，刚才我这眼神吧，我觉得挺好。挺好，我觉得挺好，可以是吧？我可以接受，好，我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，可以啊！观众是上帝，要听观众，是啊，再来，我今儿就得见上帝，我告诉你，
再来，再来一下。唱了，唱了，什么叫再来一下？来，这唱，这什么话？这就唱了，唱了，唱了。行，剧情，听话，儿子，别闹了。顿顿大大烫了浪，赔了一趟，大不得一趟。哇大些奴死了，死了你。一文台锣鼓台有哭台，一司马肚一台要肚起呀。索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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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哎哎，您等会儿吧，您这是世界巡演吗？这村里丰收了，这去年了。